老三，我说，这老七他不会不来吧？一准儿来，说好了的事儿。那都说什么了？我没跟他说是你，见了面了，你们自个儿谈啊。他不会不认我吧？哎呦，这可就难说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请詹鱼一块儿来谈吗？他不来，还记着以前的仇呢。三爷，这大格格和我那儿，您就真的一点也不知道？真不知道。哎，就看在景琦的面上，我要知道了能不说吗？你说是不是这点？起边请，白家少东家到。三叔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，老齐，我呀是中间人，就管传个信儿，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。哎，你们谈，你们谈啊。老齐，来坐。五倍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别这么叫啊！这么叫，合适吗？哼！哎呦，老七呀、啊，我从新疆可是死里逃生回来呀、啊！你瞧瞧，就我这么一个孤老头子了。家也没了，吃了上顿也没下顿。哦，都说养儿防老，可我呢，儿子不知何处去，女儿嫁了人也不见个影，谁管我呀？那你想怎么着？要银子？不，我不要。可你不能不认我这个老岳父啊。哎呦，那这他也得问问黄春，他认不认您的爹呀？他敢不认？他怎么不敢呀？切，他既是你亲闺女，那他怎么姓黄呢？哎，啊，那不是、啊、怎么着？这当时啊，嗨，你不都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，不是，你是他亲爹啊？那他亲妈在哪儿呢？这不成心吗？这，你说头几天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三爷，这你全清楚啊，那你得说句公道话啊。你嗨嗨嗨，别把我掺和进去啊。我刚才我就说过，我是中间人，这里没我什么事儿啊。老七，这你还记恨着以前的事儿？这以前啊是我不对，可现在这不一样了吗？这怎么不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这么大个事儿，啊，咱们得说清楚了。哎呦，老七呀、啊，这谁都有走窄了的时候，你就算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吧，啊，我这是走投无路了。这事儿啊，我也做不了主，这是你跟黄春的事儿，这你得问他去。行，你带我见他。那得看他愿意不愿意。
得，二位慢慢吃着，饭钱我这候了。小贝，哎，七爷，哎呀，哎，这就完了？你呀，找黄春去吧。他能认我吗？要认呐，你认，我不认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他好歹也是你爸爸呀。你倒挺开通的。他造的孽，叫我受了那么多年罪，你呀，甭充好人。他又不是我爸爸，我充哪门子好人呢？他在外面门房等着呢，你自己个儿跟他说去吧。我不见他。我就知道，哼，得是这马的事儿。知道了你还起什么哄啊？总得给人家个回话吧，啊？小福在啊？哎，少奶奶，拿五两银子给门口那人，叫他快走。别在这儿给我现眼。知道了。哎，等，咱多给点行不行？他给过我什么？行啊。世道人心，这女儿拿五两银子打发她亲爹，行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有什么话能跟我说吗？嘿，你噎我。我问你，这五两银子是七爷的意思，还是少奶奶的意思？我只管听喝送东西，别的我一概不知。行，好走啊，您那。姓白的，我他妈绝不再登你们白家的大宅门。早晚有一天，你得找我来。张玲姐姐，雨婷，哎呀，妈，你快出来呀！看谁来了？这不是香菱吗？哎呀，昨儿我还梦见你呢。舅妈，哎呀，让我瞧瞧。你好啊，好。瞧舅姥姥，让舅姥姥亲一下吧。来亲一下，亲一下。哎呦！这老天哪，算是有眼喽！啊，完了，见你妈妈了，还没呢，没呢。可别闪着，在哪儿啊？她在西边儿。哎，这慢着。你妈妈呀，这不是盼你哟，可真是。哎呦喂！亚萍啊！姑啊，快出来！你看看谁来了？二嫂，谁呀？你猜猜呀、啊！你猜猜！猜不着。妈，瞧瞧，是我，香菱。妈，是我。孩子，姑奶奶，妈，起来，让我瞧瞧。姥姥，你这个臭丫头，你个臭丫头，还给妈藏门呢你！想把她乐的，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呀，是这么想，我这不想把我妈接过去吗？我这一忙活呀，这孩子就没人带了。妈，您跟我回去，帮着带带孩子。行啊，没有过不了的穷日子。可你公公的意思？嗨，您放心，就是他老人家让我来的。
有点沉。好，行。还用什么？不用了。啊。张爷爷，电灯用什么点？电灯，电灯自然是用电点了。电是什么呀？电是什么呀？电啊，电是这个。什么呀？嘿，还真难住三爷爷了。吴三呐，哎，听说你安上电灯了。二嫂，您开眼吧您。哎呦，我得瞧瞧这新鲜物，我呀。说亮就亮啊！怎么查看呀？出什么幺蛾子呀？这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看这儿，来来来，啊，这是电闸盒，哦，开，嗯，开，哎呀，有点意思啊，啊，他怎么灭？啊，哎，没了，怎么样，二嫂，安不安呢？说多少回了，怕什么呀？我怕它着火呀。这是电的，来来来，都来试试，哎，我来。我不敢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呀？看我的，开，关，开，关。哎，你瞧，来试试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哎呀，是老公，我让老气了，老气了，我来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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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劲了是不是？来劲了是不是？是，我说二嫂，嗯，咱院子里也安上啊，人家滑稽千祥广和都安了，咱百草厅也得安是吧？咱们也安嘛。就是，我做主了。真是，妈，安吧。得了，安吧，安。嗨、哎，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你不是大事儿，就没告诉你。这还不是大事儿啊？这贵武啊。固然是人品不太好，可是他也是春儿的亲爸爸呀。那妈的意思是认下他来。嗨，认不认在于你们呢。不过给人家赏五两银子，这未免气量有点太小了。让我管他叫老丈人，我总觉着忒滑稽。这做父母的行得不正啊，难怪儿女们不孝敬。你看你三叔吧，他现在还不错，这当初他那几个儿子不也差点不认他吗？就怕黄春啊一时半会儿他拗不过这股劲儿来，要不慢慢再说吧。哎呦，这么大了还让抱着，沉不沉呢？瞧瞧咱们多俊呢，快叫爸爸，哎，快叫爸爸吧。叫我那是你爸爸呀。奶奶。嗯，叫爸爸。不是奶奶，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哎，来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奶奶。哎呦，这个孩子怎么？挺好。这孩子从小就跟奶奶亲，真是挺好的。外边冷，把孩子抱回去吧。老七呀。你那位姨奶奶是不是打心眼里头恨我呀？她敢，这孩子由妈带着，那才叫人放心呢。听说她又有了？有了，半年多了。好好的照顾她，需要什么就说话，从我屋里头把银耳啊、桂圆呢拿给她吧，定时的给她请个大夫瞧瞧。哎。他那儿什么都不缺，您甭老惦记他。哦，这女人呢，怀了孩子最娇嫩，别大意了。是嘞。这个时候啊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得多吃点啊，吃点有营养的，别为一点小事儿老生气。
对孩子不好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亲戚也忙，都照顾不了你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走了。哎，我这刚一来你就走啊？我都来半天了，回家看看孩子去。走了啊。好，哎，慢走啊。哎，走好啊。哎，哎，小雅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老太太叫我给你带过这么些个补身的东西，还真惦记着你。哼，是惦记我肚子里的孩子吧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就是高兴不起来是吧？怎么了？我要回济南。回济南？你看，不就是一小孩的事儿吗？你说你老想不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咱那丫头都会说话了，跟那一个劲儿叫奶奶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该提这把事儿啊，你倒惹你伤心了，好吧？我要回济南。不行，你这眼瞅就生了，你这么远路怎么回去啊？我坐火车，我知道现在通火车了。那也不行，我这阵子太忙。我没工夫陪你。你说家里家吧一大摊的事儿，不全都得我操心呢？我知道，我也不怨你，反正我要回济南。那你一个人在济南怎么行啊？玉芬不是早回去了吗？有她照顾。也好，回去一阵子也好，我去跟妈说一声去。不许跟你妈说，她都不认我，我走到哪儿她也管不着。那总得回禀一声，你是怀着孩子呢。就是因为我怀着孩子，就非走不可。我明白了。你是怕孩子生下来又给抱走了？我既然能生也就能养，我偏养一个让人看看，是不是老妖精儿一定会养成一个小妖精儿。住口！越说越不像话了。没，这是爷爷，你就让我走吧。你要是还疼我，你要是还有点人性，你就让我走吧，爷爷。你让我想想，啊，你让我好好想想行不行啊？你可千万别叫我爷爷，我听着惨。你小子嘴干净点啊，喝了粪汤子了。嘿，感觉他妈是你小子。哼，你小子没死在大狱里，命真他妈大啊。哼，
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撺呼我到白家闹事儿，结果一上大堂无凭无据，把我下了大狱了。你倒好，跑到新疆吃哈密瓜去了。你小子，你给我拿银子来，拿银子来。我这不是给你送银子来了吗？拿来啊，拿来。银子都这么好拿，京城里的人不都成大财主了啊？我告诉你，白家的事儿没完。行了吧你啊，我不干了，拿银子来，拿来。我告诉你说，白大爷没死。我说桂武啊，你甭在这再跟我抖机灵了啊！哼，王八蛋才信你的话呢！哼，那白家从西安娶了个媳妇儿，叫翠姑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那是长房长媳，门不当户不对，凭什么娶进一个乡下丫头来？啊？嘿，这事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就是大爷没死的活证。白家在西安开了百草厅分号，说是报沈家的恩，可那丫头她不姓沈，她姓乌，陕西户县人。你说这报谁的恩？嗯，这事儿有点意思。西安百草厅派的是景六去，这可是大爷的亲儿子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对，往下接着说。白家在西郊西寒地养了个老太太，这既不沾亲又不带故，凭什么养着她？你把这几件事连起来往下想。我顺藤摸瓜就能找到白大爷。没错，我现在穷的连脚骨都没有了，他怎么去陕西呀？还那这儿有五两，够你打个来回的了啊。白景琦他甭美，这回这老丈人我他妈算当定的。拿着挑子。对。啊，去你妈的。不要。等着发财吧。刚才上车的那位爷是百草厅的东家吗？这东家姓白，这位爷呢姓盛，这是亮家何凯的麦麦。哎，麦麦做的可好啊，是咱们西安的头一分呐。再添酱。不要，不吃了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慢走啊。哎，咱俩得让皮子。哎，没事，你张嘴看看。没什么大问题。
你回去啊，照这方子就吃两副，先试试看，爸爸。哦，好好好，谢了谢了，不送。大爷，您把银票收好。我这儿挺好的，以后不用再送了。好家伙，二奶奶的吩咐，我岂敢不遵？啊，那你就派个人来啊，用不着回回自己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一定得我自己来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。啊，那行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刘部，刘部，行了，走吧。哎呦，啊，刘部，刘部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。哎，赵远，小心点儿。知道。坐吧。哎哎。觉得哪儿不舒服？我呀，这些天哪都不舒服，哦，吃不好啊，睡不着，嗯，早晨起来呢，这胸口疼，到夜里头啊，我这脑袋疼，这下半晌呢，我这肚子还叽里咕噜的乱叫，想放个屁，还放不出来。你这病倒是挺个子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好像不是本地人吧？京城来的。哎，听您的口音，好像也不是本地人。咱是同乡。您不在京城，跑到这个破地方来干什么？嗨，一言难尽呐。是不是京城里待不下去了？咱们是同乡，也是同行啊。我是北京龙盛药房的伙计，到陕西这儿来啊，看看药材。有些事儿啊，还得请您多多指教。不敢，不敢。龙盛的钱掌柜还好吗？钱掌柜的，啊，好，挺好的。他的大儿子今年该有三十多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三十二。你不是来看病？你没病。看您说的，我不看病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龙盛的掌柜的不姓钱，他也没有儿子。但是有一个闺女。哼，您逗我啊？您逗我是不是？您逗我？您多保重，多保重。清国，大清国要完了，国民军在武昌啊起了义了。孙大炮，哎，你知道孙大炮是谁吗？孙大炮是谁啊？孙中山呐、啊，那在广州啊也折腾上，嘿，朝廷嘿就没有一个可用的人，是一塌糊涂啊。他会不会像那庚子年时候那个乱劲儿？难说，可也没那么快。武昌啊离咱这远着呢，在长江边上。
那可也是。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演的是哪一出？这是？哎，其实没事儿。我告诉您吧，就是断了电了，戏园里头全乱了套了，都看见没有？玉婷鞋愣给挤丢一边。哎，可吓着我了！哎，那万小菊的二堂舍子还没唱完呢。哎呦，什么时候了还万小菊呢？打今儿起啊，谁都不许往外跑。哎，嘿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样了？嘿，大清国真的要完了！嘿，你少说几句。知根知底儿了，景琦啊，你赶紧上西安。您甭急，去了也没用。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吗？让人给绑了票了。那是呀，要敲咱们一笔银子，这回不一样啊的。可这是一个人写。鬼舞，就是他。你看，出事了不是？你把他推到绝路上，他也不让咱们过好日子。可是他怎么就知道的这么准呢？您甭着急，我找他去。他呀，未必就想闹到大堂上去，不过是想让我认他这个老岳父。他跟咱们是亲家，他犯不着害自己个儿的女儿啊。那你也得小心点儿，派人到西安去，让你大爷躲躲。他真要想害咱们，现在躲已然就来不及了。哎呦，这事儿啊，可是几起几落了，再经不起出事儿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去了。哎，三叔，他不会不来了吧？一准来，说好了的事儿。哎，嗯，你可别犯三清的，要顺着他来啊。得，我知道。哎，大爷这事儿连我都瞒了，我还当是他真的死了呢。无论如何啊，您可得咬死了，就说不知道。我现在说不知道还管个屁用啊！贵五都知道了，那就半个北京城都知道了。里边请，五位委员到。谁找我呀？哟，老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找您呢，真不失约。坐坐坐坐坐坐。最近这些日子忙活什么呢？哎，我能忙活什么呀？无非就是跑跑腿儿，给人说个和，挣点碎银子糊口呗。我先敬你一杯。哎，别介啊，白七爷，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是长辈，我们小辈的有什么失敬失礼的地方，您多包涵着。哟，不敢当啊！啊，我算什么呀？啊，养了女儿，
姓了黄，这找个女婿吧，还找不着丈母娘，我算哪根葱啊？三叔，您得说两句啊。别别别，我是中间人，别把我掺和进去。哎，这里没我啊。我说白七爷。哎，您别这么叫我。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？景琦。白景琦，小子，老老实实跪地给我磕仨头。该怎么叫就怎么叫。哎，你看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？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白景琦拜见岳父大人，这厢有礼了。怎么听着跟戏台上的词儿似的？哎，你是真心实意的吗？这头都阔了，还有什么假的不成？行了，别跪着了。您没让我起来，我他这不敢起来。哎呀，起来吧，甭跟我这装算了。嘿，您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小子，你可别拿我这老丈人当冤大头，这刀把子在我手里呢，啊，哼，哎，不过这事儿啊，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，这咱们一家人还能害一家人吗？啊，是是是，都是韩荣发那小子搅和的，又是他，不是这小子又从哪儿钻出来？这是，这好人不长命，坏人活千年，正格的，你得拿出点银子来打发他。好说，岳父大人一句话。哎，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来事儿？哎，可就是这韩荣发要还是不依不饶怎么办？他敢跟咱们白家作对，他不想活了，我挤出他的蛋黄子来喂苍蝇。来来来来来，一醉方休啊。小爷，小燕子，哎，谁叫你来的？少奶奶叫来的。不是，你们这干什么呀？胡来，把东西全卸下来。你怎么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走？跟你输了，你还能叫我走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得想想。多少天了？你想好没有？好啊，我现在就跟你打招呼，我要回济南，行吗？你无非是我一走，你没法向你妈交代，是不是？这些日子妈一直老问起你来，老惦记着你，我怎么好意思张嘴说你要走啊？要没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会惦记我？我死了都没人管。景琦，你要是不让我走，我这孩子生下来掐死他都不让人抱走。说到做到。小燕子，啊，齐老爷，把东西装回车上去，赶紧送姨奶奶去火车站。是了。就当我不知道这回事。你不知道，学着跟妈说瞎话是不是？妈，您就让他走吧。不行，他把孩子生下来再走。爱上哪儿上哪儿，死了我都不管。他那不是坐火车走的吗？他已然追不上了都。
我知道他走了没一会儿，我还知道火车8:01开，你现在就去。妈，胡宗文，妈，妈，您千万甭生气。我去，我去还不成吗？我这就去火车站把他给追回来。叫你来追我的吧。好，我跟你回去，我跟你回去。还不赶快上车去。爷爷，我到底还是没有看错你。爷爷，你回去怎么跟你娘交代？还不快走！都香，哎呀！
都香。按你这预算的总数，至少还得往上翻他一番。我是花钱没数，可以不拿钱往水里头扔。给我打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！